酷果游戏宣布，旗下的 3D 大乱斗线上游戏《时空乱斗》将于1月17日全面展开公开测试活动。在《时空乱斗》全新的版本中，玩家除了可以直接使用游戏币购买到梦寐以求的全新英雄、女性英雄之外，更开放了据点争夺战场的能量石模式、全新的两张地图、变装系统、徽章佩戴系统、军阶上限提升、装备强化与合成系统，以及不用急着选边站的阵营战以及阶级战，也将同步在公开测试上线。还有更多时空乱斗公开测试系列活动陆续官方网站公布，有兴趣的玩家1月17日一起揪团斗阵大乱斗咯。